12月11日，有媒体爆料，近日王大陆身穿格子大衣现身商场，十分帅气。不过王大陆还没下车，就被认出的粉丝要了合影，而王大陆没有一丝不耐，亲和力十足，随后又被好几波粉丝认出请求合影。王大陆也是全程带着微笑一一配合，并露出招牌的笑容比耶，十分亲民有耐心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